在突如其来的海啸面前，人们总是惊慌无助，生死就在一瞬间。为了解决逃生问题，曾在波音公司任职的工程师打造了一款逃生胶囊，当飓风和海啸来袭时，它可以帮助人们在第一时间自救。逃生胶囊是一个圆形的逃生舱，外面至少有三层金属壳，可承受强力撞击，内部有吸震防撞的座椅、 GPS 系统、氧气照明装置、水和食物等。这种逃生舱不但重量轻，而且非常坚固，采用了铝和其他特殊材质打造，能承受高温和高压环境并保持不变形。此外，它通过了航空材料等级的测试，防护能力非常强。同时，研发人员刻意把它做成亮橘色，使救援人员易于识别胶囊位置，平时可以安置在家中或办公室，以备不时之需。根据尺寸不同，逃生胶囊可以容纳2至10人，价格也有差异。就以两人座的逃生胶囊为例，直径约 1.5 米，售价近10万元，可以说相当昂贵了。